本场我们离开的歌手是我离开谁将接大主持重任。对不起，主持不是我，不是你。嘿嘿，接下来这位歌手给自己找一重活。没事，我的手卡呢，再看一眼。等会儿再说。我紧张。主持首相孙楠能否超越古巨基？我是歌手古巨基的接班人孙楠。大年初二晚七点，力排天然造孽，我是歌手第三季第三轮淘汰赛。